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台湾媳妇在美国的无肉厨房。今天我要做的是，准备的材料有雪豆、香菇、红萝卜，还有百合。百合加热水，到电锅里蒸，外锅半杯水。香菇切片，红萝卜也切片。锅内放油，把香菇先放进来炒香。香菇爆香后，把红萝卜加进来，稍微炒软。把雪豆放进来，百合放进来。加一点盐，加一点胡椒粉，把雪豆煮到都青绿色，就可以熄火了。这样就可以上桌了哦！希望大家跟我一起简单做菜，轻松开饭，健康无负担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